七小瓜大象舞蹈老师 Ellie 吴宗宪忍不住再补一枪。工作耍大牌嫌弃我的排舞和音乐，因为我呢常常在帮其他艺人排舞，但因为他是老 man， 所以他谁真的老 man 嘞？一开场就这样人，而且他不会在私底下讲，他会在所有艺人面前，然后没有别的面对，然后怎么样？然后想说拽屁啊，你这个人。这个我要站在小瓜这边，他这几年来被小赖压得很惨。今天晚上10点，主星大跟班。